Бабушка. Да, малыш. А почему мама и папа ушли? Чтобы мы выжили, малыш. Почему они не могли остаться с нами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их долг. СССР – великая нация. Но нашим соседям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границы нельзя доверять. Сталин сказал, нужно защищать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Чего бы это ни стоило. Поэтому из чрева матушки России рождаются машины. С ними мы можем воевать в небесах, на земле и в морских глубинах. Но заплатить высшую цену придется мужчинам и женщинам, воюющим в составе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когда они пойдут на верную смерть, чтобы СССР смог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дальше. Hello， 大家好，我是鬼斧神工。那么作为知名的游戏区 UP 主，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期《钢铁雄心4》最新 DLC 绝不后退的娱乐解说视频。因为虽然说 P 社的这款游戏呢，我玩了也快有1000个小时了，但是还是以娱乐为主。接下来说一下苏联的这个新的国策吧。苏联的这次国策呢，是官方说是他们做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国策。你们可以看呢，还是有非常多不同的路线可以走的。不过基本上是两个路线，一个是马列主义，然后分为斯大林、托洛斯基和这个布哈林，这个条线是沙皇线。沙皇线我还没有玩，我现在玩的还都是走斯大林这个史实的正统路线。然后呢，这两边一个是这个是跟外交有关的，然后比如说波罗的海的这些事件。那之前的波罗的海三国可以直接造这个割让领土这个战争宣称，他就直接就吞并了。我试了一下，现在好像不太行。现在想直接吞并，比如说波罗的海这三国的话，要走这个政策，走这一条线。然后，但是生索波兰领土的话，如果和德国签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话，这个是直接可以跳过的，就不需要生索波兰东部了，然后直接就跳到这里。可以去生索罗马尼亚的那些土地，从上面还能走到这里，但是我基本上我发现走到这里很困难，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都是70天的时间，而且这个要求大清洗结束之后才能够走这些。现在苏联的国策确实有点多，基本上41年就算是种田到41年开战之前，很多国策都是走不完。那我只能理解现在这个苏联确实是一个大后期。那41年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很多 debuff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消掉的，而且工业也或者说工业和政治，或者说工业政治外交还有军事，比如说军事就是这条线了，还有海军和空军，基本上没有办法说全走完。到41年能走完两条线已经不错了，就是军事、政治、外交和工业这四条线的话，基本上41年只能走完两条，很难说完全走完。而且我之前玩了两次的话，我没有完全第一时间清掉所有的大清洗，我的大清洗可能到39年才清完，我中间还走了这些5年计划，这些就导致呢大清洗更晚的结束吧。如果大清洗不结束的话，很多国策是点不了的，这个就比较尴尬。当然了，这里还有一些比较神奇的一些国策，比如说这个就是获得阿拉斯加和阿图岛的宣称，而且直接占领这些领土，不需要你去宣战。如果美国妥协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概率的事件，但是我试了两次都是直接获得阿拉斯加的这些领土，都是直接获得这里还有这个阿图岛这些领土。但是我觉得这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就是看起来很帅一些，就是把沙皇之前的领土给又强行拿回来，但其实这个国策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实际上来说的话，
虽然说美国很多地都是抢的，或者从墨西哥那里打美墨战争抢过来的，但是呢，阿拉斯加这块确实是算是合法买过来的，从沙皇那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国策反而是有点这个不讲道理。然后还可以影响中东呀，还有这个是可以干涉巴尔干地区。如果说这条线一直走下来的话，可以给北欧这些国家。但实际上离谱的就在于，基本上点到这儿，这北欧这国家，挪威、丹麦都没有了。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这条线什么人会点？反正我觉得外交还是比较鸡肋的，因为根本点不过来。我是已经打了两局，然后我发现这个游戏的机制和之前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区别的。之前的话，因为我打的都是加强德国，之前我用苏联打加强德国，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无脑打，无脑25步无脑推，基本上是无敌的。那现在这个版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很难说做到在开战之前，就是41年的时候做到25步兵师加上陆军学说一直点到人海突击底下，因为现在三军的学说都需要经验，那改编制也需要经验，那改25步兵需要那么很多经验，然后呢想一直点到比如说这个人海攻势这个陆军学说的话又需要很多经验，基本上是点不过来的。就是即便是41年的时候开战，然后我前期也参加西班牙内战刷经验之类的，也很难，我试了也很难点到25步兵师加上陆军学说一直点到底，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前期这个编制上就不占优势打德国。那么第二点就是这次大改的补给系统，补给系统的话，因为波兰的东部都是烂地，虽然说看波兰东部有些这种二级的铁路，我们想修铁路的话就是点这个然后就可以修铁路把它升级，但是呢从苏联到波兰的这个边境这一块的补给是很差的。再比如说这个地区我在这放一个集团军基本上就是已经在显示补给损耗了，就是这个补给是如果说默认的这个地图你不修铁路的话，这补给是跟不上的。在苏联这边可以看到苏联本身的这个铁路公路也是比较差的。那但是呢修铁路是很耗时的，我有试过修铁路想把补给修下来也能修，但是呢就没有那么多建筑位去修民用工厂和军用工厂，尤其是可能在38年39年之后开始报军工的话就报不出那么多军工，而且本来这次的国策在前期的工业以及大清洗的各种 debuff 前期占很多这个生活用品，我个人感觉前期爆工厂是没有之前老版本爆的那么多的，我觉得这个是为了增加游戏的平衡性。实际上历史中呢大家知道，虽然说大清洗只是针对更多的针对比如说军方，但是工厂的话前期苏联的还是可以爆很多工厂的。在历史中的话前期苏联工业应该是欧洲第一，应该是比德国要强的，就是德国占了这么多地方和苏联开战的时候也是五五开的这个水平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为了强行增加游戏平衡性。但是波兰的这一块地方所引起的补给系统的这个还是比较还原史实的，而且呢我即便如此，我前期跟苏联跟德国刚开战的时候前一两个月我还是顶得住的，这个战线我还是顶得住的，而罗马尼亚匈牙利这边基本上是固若金汤，是根本推不过来，就到后来德国打到明斯克打到基辅这边的时候这边还是很坚挺的。那为什么这边可以顶一两个月但是顶不了太久呢？因为我之前其实苏德打这个东线的话制空权也重要，但不至于说那么有决定性。我打到一两个月之后呢，最开始打空战我还是和德国还是打一个五五开的，但是后来确实工业要造东西太多，飞机造不过来，或者说我确实没有想过造那么多飞机，这块制空权被德国拿到之后，这块会显示我的补给被轰炸，补给这些火车被轰炸之后前线基本上一触即溃，一瞬间就是往后退，就根本就推不动了，然后一直往后退一直往后退，退到斯大林防线，就是明斯克还有基辅这边，就基本上退到这儿。但退到这儿之后呢，我发现德国人也不是特别好推，我之前讲的波兰这块地比较烂，再加上我们可以看补给线的距离，像最开始开战的时候在这个附近其实补给线对于德军是比较有利的，离柏林是很近的，然后呢离莫斯科是比较远的，
但是一旦吹到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呢就离莫斯科的距离跟离柏林的距离差不多的情况下，补给我也能稳住。然后呢德军因为中间补给线拉得越来越长，补给又比较烂，他反而就推不动了。这个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改动，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改动，关于补给。并且像中国这边的战场，我看之前校长是很难顶的，基本上是全线是顶不住的，就是跟历史比较像，就一直向西撤，一直向西撤，可能武汉都要失守。但是现在呢，我怀疑制作组也就是这个批社根本就没有试过中国这边战场的平衡性。现在我发现日本人最多也就能推到这儿，从北向南推他根本推不来，因为中国这些都是烂地嘛，补给都是非常差的，他补给日本这个补给根本跟不上，跟不上的情况下他根本就推不动。还有这次改动国策呢，如果不点支持中国的这个国策的话，是往中国是派不了志愿军的，往日本都能派志愿军，但是往中国派志愿军需要国策。然后还有一个对日和解的一个决议，好像是我没有点过，好像是那个日本把沙俄之前占的那个库页岛啊那里给还回来，然后还能组成苏联日本同盟去对抗美国，这个太魔幻了。然后这次还新加了一些兵种，但是我没有玩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这个列车轨道炮，现在能造这个火车，但是如果在科研的这个槽里的话有这个轨道炮，但是我造了轨道炮之后，我也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因为它好像必须要挂到这个集团军上，好像本身它自己还操作不了，是怎么回事？我可能还没有研究太明白。然后坦克的话，是像之前的这个炮手就位一样，就是可以自定义这些底盘和发动机，然后也先点完这些科技之后呢，可以在生产中。比如说造坦克就可以，它有现成的这些型号，但是在这些型号比如说BT7 上，我们还可以建造衍生型号，可以去改进，也可以重命名这些坦克的名称。然后改进的话，比如说这个应该是炮塔的话，可以选加农炮，可以选重机枪，还有自动加农炮，反坦克炮的话就把它变成一个这是防空炮，就变成自行防空炮，然后可以这样去改了，然后可以选这个炮塔。我最后再说一下我对这个 DLC 的感觉吧，我感觉这个 DLC 还是能够看到一些 MOD 的影子的，就比如说通过国策去直接去下最后通牒，直接就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还有罗马尼亚，这个跟有一个叫应该叫苏联重置或者说苏俄重置的那个 MOD 是如出一辙的。然后我们继续游戏，我继续娱乐解说，前期还是无脑报民工，然后研究科技种田，我也不进行什么早战之类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补给是新的补给系统是有些离谱的，就算我把所有的部队，如果我过多的部队集中在一个区域的话，它这个补给就开始飘红了。那有些时候我只是把一个集团军24个师，然后部署到一个区域，它还是显示有的地方因为可能铁路比较差或者怎么样之类的，这个补给还是跟不上，这个就很离谱。而等到我们点到一定的国策的时候，就会弹出斯大林的偏执度这个东西，也就是这一次的大清洗的系统。那一旦斯大林的偏执度高于一定的值，就有可能随机产生一些大清洗的事件。如果一旦斯大林的偏执度高于75，就100%会产生大清洗的事件。那我们也可以说走些国策去消斯大林的偏执度，或者说去进行一定的清洗吧。但是清洗呢，如果清洗陆军和空军，对我们的损失毫无疑问是比较大的。那清洗工业报告呢，就会导致有的时候这个工厂效率比较低啊，或者说什么民用工厂占的更多啊之类的，这种情况。那么主要还是能清洗海军还是清洗海军，因为苏联主要就跟德国打，至少前中期海军也是没什么用的，所以说主要还是以清洗海军为主。清洗海军其实 debuff 对于苏联这本来就没什么海军的国家来说，也基本上是无所谓的。
基本上还是尽量控制偏执度不要高于一定的值，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随机弹一些大清洗我是没有遇到过，但是我看有人说可能朱可夫都清洗到，这个就比较得不偿失了。但是我玩的这两局基本上连这个图帅也没有清洗掉，基本上除了海军和一定的工业没有受太多的损失，不过这个东西也看脸了。那前期还是猥琐发育，虽然说苏联的这个补给系统我觉得是确实有些落后，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就像我刚开始讲的，如果说我又要兼顾补给系统，就很难再去报那么民工军工，所以说我觉得苏联这个路烂就也就烂了吧，还是先把工厂抱起来，工厂抱起来之后这些都是好说的。或者说哪怕说因为苏联还是有很大战略纵深的嘛，哪怕说放弃一部分用空间换时间也是好的，然后这样德国鬼子打过来之后呢，他们在那些烂地上他们补给就特别差，只要有工厂在有人在，其实这些东西都好说。那时间很快来到了1939年，我真觉得这个版本德国又加强了，并不像之前所说的苏联加强了德国又被削弱了。我感觉德国虽然说它的国策没有变，但是可以模块化的坦克设计还有补给系统，我感觉像德国这种前期打一些小国的话，反而优势更大了。波兰这个沦陷的速度也非常快，那法国就更快了，24天，我数了一下，大概是24天，法国就亡了。接下来就是打苏芬战争，基本上就是无脑平推。虽然说补给系统，在芬兰这一边确实苏联的补给很差，但是，奈何苏联的人多，芬兰还是寡不敌众。当然，我们这里是走史实了，就没有占领整个芬兰，只是拿了芬兰的一部分地方。这事实上也是能做一个缓冲吧。如果说把整个芬兰都拿下，其实德国人很容易从挪威那边就打过来了。时间终于来到了1941年，纳粹德国向苏联宣战，斯大林表示我们失去了列宁缔造的一切，失去了第三个5年计划的所有。而且因为我之前所讲的，我把太多的精力用在新的补给系统的建造上，所以说现在只有200多个工厂。不过我玩下来感觉这个还是可以打的，用空间换时间基本上能够把德军牵制在斯大林防线这一带。之后这场苏德战争到底该怎么打，由于视频的篇幅实在是有限，我们留到下一期这个视频的系列再补完。谢谢大家观看。德国纳粹空军的飞机迎着升起的太阳向东飞去，此时是周日清晨，苏联的各所学校刚在前一天举办了离校派对，乐队安静下来，10年级毕业生将迎来新的一天。莫斯科青年们像往常一样去往红场，基辅民众来到第聂伯河畔，列宁格勒依然处于白夜之中。凌晨3点45分，太阳在莫斯科上空升起，而此时德国飞机已在突袭途中。15分钟后，舱门打开，炸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落在各个城市。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